小伙伴们快上车，带上我的小夹子下去炸海鲜喽！走 ，Go Go Go！ 漂亮，发现一个黄金海螺壳，哎，这不是个壳哎，哇塞，这活的，这应该是个扇贝壳了吧？你看还带刺儿呢，送给点红心的小可爱们吧。在沙子底下的一小螃蟹，哟呵，还敢夹我？我把你带回家喽！石头上有好多小螺螺，每次啊都会禁不住的把它们给扒拉下来，好玩。又发现一只搁浅的大黑鱼啊，你看看，我去。这个鱼好丑啊！哎，这是个鲍鱼吗？这是我发现的最丑的一只鲍鱼。你看看，这儿又发现一条搁浅的小黑鱼啊！这是一条石斑鱼啊！我去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哇塞，好大的一个，感觉这也太那啥了吧！我的天哪，超大个头啊！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